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联系紧密，我们的文化开始相互交汇并融合，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性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，因为我们采用了其他文化中的流行趋势，同时忘记了我们过去几代人的传统。当文化彼此接触并交换思想和价值观时，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方式，这归根结底是在原始文化中发生的微妙变化。传统将慢慢消失，被新的替代，下一代将不再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或历史的重要性。请加入巴纵王国吃乌阿肯妈祖温曾国王陛下率领组织的2018国际文化适应峰会，7月30日至8月1日将在奥兰多举行 Royal Retreat， 届时所有与会国王将参与头脑风暴。8月4日至5日将在波士顿昆西万豪举行2018国际文化适应峰会，地址在美国麻省昆西市 Marrow Drive 1000号。如果您想加入峰会，请立即与我们联系，电话是+1 781 361 9677，邮箱是 preventacculturation@gmail.com。你也可以在 www.preventacculturation.com 上在线注册。